豉蒸鱼腩，鲜香嫩滑又下饭。姜蒜豆豉加热油激发香味，放生抽、蒸鱼豉油、盐、糖、白胡椒粉，放上洗净的鱼腩，一煮放葱姜、盐、糖、胡椒粉，放半包盐焗鸡粉，待勺花生、盘底塞上虫草花和枸杞盘，抹上调好的料汁就可以开吃啦。婆婆昨天发巨资给我从湖南老家寄了三黄鸡，不适合煲汤。 一定要加开水，喜欢喝汤的可以多加一些，放几根党参，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，保留它的原汁原味，发挥最。炖汤喝了，做个爆炒干净的猪肚，放高压锅，调放盐、糖、生抽、孜然粉，爆炒上大，出锅啦。这样做的爆炒猪肚不好吃。先把一整个芋头和紫薯、白糖搅拌均匀，猪肚蒸好啦。 家里没有喷枪的，可以向我低温烘烤2个小时，稍微搅拌一下。摆好的鲈鱼放上姜片葱，把剩余的鸡肉切成小块。